我有个神秘的角色。谁？他会念力操控，还会悬浮飞行。到底是谁呀？是他，不过还没拼好。可乐哥哥。Hello。帮我把它拼出来。没问题，交给我。我的世界积木盲盒，线索 him。哦，他是谁啊？开箱，是大颗粒积木，有咖啡色、蓝色、黑色，这是种类还挺多的。线索是 him， 会悬浮飞行，念力操控，他是我的世界里面的谁啊？你知道吗？现在拼的是他的双脚。嗯，这双腿和史蒂夫的腿很像啊，难道是第二个史蒂夫？他外形和我非常相近，但不是我。我知道他是谁了，他的外貌和史蒂夫非常相似，可是他从来没有出现在原版游戏，但是他已经成为 MC 粉丝们的一个重要标志形象，他就是 Hugo Bram， 简称 Him。 这样看像史蒂夫的迷你版。Him 和我的外形相似，但是还是有区别的，等会你就知道了。行，我继续把它拼出来。现在拼的是他手臂。积木创意搭建，如果你喜欢我拼的 Him， 可以给我一个免费的赞哦。最后把他头部拼出来。可恶的苦力怕竟然把 Him 的手臂炸掉了。不怕，有我在，我现在把它维修好。最后把 Him 的头部拼出来。有人说 Him 是史蒂夫的弟弟，还有人说是儿子。另外还看到一个说法，史蒂夫在一次矿难中失去了生命，由此转化一股怨念，拥有至高无上的力量，而且成为新的史蒂夫的敌人。你认为哪个可信呢？嗯，这样看他头型有点像光头。不行，我得把他头发拼上去。你喜欢我的世界里面的谁呢？可以告诉我，说不定我会先拼出来，后面不断更新我的世界，再不关注我就找不到啦。哇 Him 组装完成。哎，等一下，怎么还有积木多出来？这些积木干嘛用啊？是他的武器。哦，我把它拼出来。会是怎么样的一个武器呢？这边镶嵌着蓝宝石。他的武器拼好了，战斗力蹭蹭的涨，再也不用害怕末影龙和凋零了。Him 组装完成。Him 终于组装好了，和我同款身体，白色的眼睛，棕色的皮肤，黑色的头发，还有手持蓝宝石长剑，真不错。就是矮了点，比你还矮。你说啥？脾气还大。你别跑。